现在是早上6:50，我们本来准备6点出门，已经晚了一会儿。现在在海关这边，今天下了一天雨啊。10:15，我们在这边2个小时终于办完了，非常的 lucky。下了一路的雨，开车开得很辛苦，现在到达日本超市。我们吃一回正宗的日本料理。这个雨一直就没停啊，把车锁好。